灵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透过诗篇，来，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好吗？透过诗篇，来透过诗篇来赞美我们的神。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诗篇145:1-4。Thank you.
的劳苦，哪样可以留得住，哪样又是虚空。最后虚度的日子有什么益处呢？唯有认识主耶稣是一生最大的福分，跟随他的脚步永不虚空。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透过生活层面来丰富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微不足道。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不过是劳苦酬劳，如何建造丰富的生命来提升我们的价值。我们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名牌，要如何定位自己与神连结，成为有品格的人呢？唯有将你的话内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脚前的灯，来引导我们的行为，提升我们的价值。今日透过陈牧师带来的好消息，重新来定位我们的人生追求的价值，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共读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成立，有从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和共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弟兄请坐。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传道书的6章7到12节，好，我们一起来恭读，请。人的劳碌都会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众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多而喜，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虚空。心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必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无当与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极多，这愚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浮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愿神祝福其他话的人。接下来我们今天讲到的，我们很欢迎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叶牧师，主任牧师，他今天带来的题目是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陈金光牧师。因为
可以透过教育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学识的提升或者是专业的能力我想无论如何教育绝对是会帮助我们如果好的学生认真读书的人他一定会有好的这个学识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然后在信仰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重视信仰的教育特别是从小一直到你年终如果你一直渴慕神的话你无论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不断用受教的心来追求更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我想所受到的恩典是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再看目前的教育这个已经让我们一般的教育让我们这个时空错乱我会讲这个原因就是这一段时间记得在小的时候就为什么会说时空错乱我们教育过程当中我们会时错乱比如说小的时候是我们在旧协会禁止我们讲方言有没有我们年纪跟我差不多的深受其害不准讲方言一定要这个讲华语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深受其害为什么因为我是专门为那个老师煮饭洗衣服这个就是帮他洗衣服这些事情都是重菜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写华语我就是不会可是下课的时候同学就会密报说这个陈清发讲方言就中午的时候就一直在跑操场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可是呢现在你看他过应该五十年之后现在我们教育要写母语有没有我们不要讲母语这个是我说这个时空错乱的这个原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深受其害我们的部落要到国小要走40分钟那我们就要从这个第一里一直到第四里我们就要一直唱那个法共抗日的歌然后就唱歌打树这样一直走一直那个走到学校一直到学校可是呢那个时候就叫法共抗日消灭万恶的共匪就是那个时候的口号是这个样子那个现在呢我想我们现在听一下话叫做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这个也是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都是这种让我们错乱然后错乱那最近昨天黄牧师加州一些传道我们去参加一个这个叫做反霸凌啊反并吞啊这个活动啊请他跟关心台湾的前途啊这个有时候让我也是一个错觉啊说这个民进党过去就一直要主张这个台湾独立可是昨天不是他反对公职人员来参加这个活动啊所以我就说因为我们所追求就是要以这个民主自由或者是用民主自己就是用台湾人的这个公投的方式来决定我们台湾的未来是用这种可是以前民进党这个以前是这样就是一定要台湾独立
那现在可是又有怕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唯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40年前，我们就已经宣布说我们要以这个我们主张是台湾就是成为新而独立的国家。我想这个是我们过去就是说我们是第一个在国内对国外强调这个，我们要让台湾在整个世界是让人家了解是新，我们是新而独立的国家，用台湾的名义来向世界来说来强调。我想这个是基于我们的信仰的立场，我们相信说这个土地是赐给居住在台湾的住民，我们希望享有世界的这种权利和民主自由，我们希望能够喜乐，我们是希望有人权。我想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那我想这个就是当我们看见了这个在世上的一切所谓的所追求的都是让我们会错乱，而且不是永久的。可是呢，我们今天我们强调教育，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信仰教育？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信仰所强调就是圣经。你看看圣经已经多久了？几千年，就三四千年呢。我想这个圣经一直到现在有没有改变啊？没有呢。可是我们短短这40-50年，我们就看到这个所谓的执政者什么领导者，我想他们都很有智慧的人，可是你看短短的几十年，这个整个价值观就完全的不一样。唯独上帝的话，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就算是世界都灭了，我一字一句都不会消失。所以我们就知道所谓的真理就是这样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教义这个主日的时候，我想在这边一定要强调这一点。你一生一世就是一定要去强调怎么样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我想这个是无论有一天我们就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保持这样的这种理念，因为我们是追求的就是那永恒掌管生命永恒的上帝。那我今天最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追求什么那最近我们大概应该都有看过这个在新闻报道，这个茶水阿记梁荣勉他获颁为香港的这个金神奖那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专业精神奖颁给这个入行30年的茶水阿记他的名字叫波利颁奖成龙这样说了他不在片场的时候你们会救命你就知道说他扮演的角色，他只是一个煮茶水的人可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重要。那当这个杨荣莲女士呢带着羞涩笑容缓缓的上台你让我们会看全场都起立为他鼓掌致敬他谦虚的感谢他能想到所有的人从这个香港电影黄金的时期他就默默的在这个片场里头工作一直到现在。那杨女士呢从事的这个茶水的工作是专门负责祭祖人的这个片场的吃喝然后呢大家都会忙着拍戏所以他就是要去照料这些人的民生息品什么样的东西。茶水工作是琐碎是很辛苦像杨荣莲杨女士一样能够持久其实在这段时间也是有很多进进出出的人还有这样的人很少他说我什么都不懂
难得有这份工作已经是很开心了，他打算一辈子就是做下去，直到有人说你该走了，我想这是他的这样一个谦卑的心，他就是诚心在这个工作尽心尽力服务世人。当他得知他自己获奖的时候，他一脸作恶惊讶的就说我不可能啦，那怎么可能就算是这样一直写八次也不会轮到，主持人就笑着来拥抱，没有你的话冬天没有热咖啡这个夏天没有冰咖啡可以喝这样我们就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上工。我想这个是所有祭祖年每年这样的一种强烈的这种感受，对这个尽忠职守的人的一种感觉。颁奖的人承诺就这样表示，有些人你拍摄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发觉他的存在，你永远没有说在这个晚会存在，但他不在片场的时候你会叫救命我听到波兰拿到奖得奖的时候，他就义不容辞的飞回香港来颁这个奖。那杨荣莲女士上台的时候呢，全场都起立鼓掌她一脸腼腆向家人所有曾经合作的这些工作人员，无论是导演演员工作都表示对这些人的照顾，然后我想其实是杨女士在照顾他们他是这样说，出来做事情是要交心做事的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多谢大家，我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上帝。我们可以知道说他这样做是因为有信仰，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耐心来成为也尽心尽力在这个职分上做好，哪怕是这么卑微的工作他也愿意，因为他认为说我是要为主发光，我要展现的不是是看见我是很卑微在做这些别人看不起的工作，不是，他认为这个工作是神圣的，可以透过这样的服务的过程当中让人家觉得认识我是一位尽责任是专业的人，是你应该值得肯定，就是他有这样子的对待这个工作，他最重要的是希望让人家知道我一位基督徒我就是如此的尽心尽力为了是要荣耀上帝。那我想我们来看这个颁奖的这个过程，然后一个茶属的我们的播放。有请成龙为我们颁发专业精神奖。
順便可以賣埋廣告，大家都知道佢嘅 X 酥就話好好食嘅。如果大家開工嗰陣時多啲幫襯佢，我哋而家先去睇一睇片先。我職位係茶水啊嘛，我係一個唔識字嘅人，都可以揾到呢份人工。咁你一個女人仔出嚟揾到咁多錢，係會好尊重一份工咧？我破天職㗎啫，我入行嘅時候，我年就喺度。我以為冇個茶水會破天。柯尼一定會照顧得你好好，佢就會好早會問你你食啲嘢啊，嗰啲咁樣就會準備好俾你。總之你已經成為咗一個茶水嘅代名詞。當初我入去做嗰陣時咧，製片都講明嘅，我請你翻嚟咧係照顧導演啦、演員啦，冇啦，你唔使點樣照顧人嘅。食多啲菜啦，就話規矩嗰個係我先嘅。以前咧茶水冇新嘅，但係後屘照顧下照顧下，覺得。我就不想要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专业精神奖的得主杨蓉莲女士。新闻报道的时候，在报纸看到的是很清楚，他是一位基督徒，然后报道他是他这样做是尽心尽力，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一份工作是神圣的工作。那不入寿一直是华人传统文化思维中所追求的人生最大的满足，也认为这是人生幸福的
标志跟记号，所以多年来人们竭力努力追求的目标啊，就是这样，一直到他啊到了临终，都是满脑子怎样来追求所谓的福禄寿啊。那我们在这个华人的这个啊神话当中，福禄寿是指福星啊、禄星啊、寿星啊，这合称为三仙。这个象征着这个财富啊，子孙长寿，我想这是都希望拥有这些啊，是所追求的这种满足。但是呢，有了这些，我想刚才我们读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了这些，真的就能够获得人生当中最大的成就跟满足吗？真正就能够达到最终的人生意义吗？到底什么才能带给人真正的满足？这是我们今天要认真的这样的思考，特别是年轻的这一代啊，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价值。可是你不要忘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是你应该要重视的。那今天经文清楚地告诉你说，作者无论人如何的啊尽其所能的做工作，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来努力，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最终的人生的意义，我想这是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呢，在作者的眼中呢，就是说智慧人愚昧人，他们强调好人不是坏人，富人和穷人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的结局皆是死。这些人刚刚提到这些人，他的结局就是一定要面对死亡，他们所遇到的变化也是一样。所以若生命的重心只寄望在这个世上的一切啊，我想这个事我们在报章杂志新闻报道也是都会看到，这些各种形形色色在台面上的，无论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在这个金融方面的这些领导，他的下场啊，我想都很简单，就是死了哦。如果你到头来所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啊，是就如同圣经所说的，是空虚，是徒风啊。如果你没有信仰，不是是这个上帝的话，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就结束。然后经文不是要带进到这个绝望的当中，而是要我们再次看清并承认人类以及这个世界是有限，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说，短短的50年，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变化，进而我们认知到我们是无法以自己有限的了解跟我们上帝创造者相争。因为上帝是真的，因为上帝真的是跟其他的生命不一样，他是始终如一，他没有一句话你可以更改的。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的例子，或者甚至很多的宗教，太多是因人的欲望，来操弄这些神明，真的其实是要神来照着人的意思，可是这个上帝不是。你要照他的意思，你要照你的好。在这样的有限当中，只有永生上帝的你才能够带领我们活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我们的生命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互相友好的是一个很好的信仰者，他所呈现的，无论他是看起来是很卑微，就如同
刚才这个波利的话，他有没有满足？他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赋予他那个荣耀？有呢，肯定他。哦，他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这样的人，但是人，哦，上帝都非常的肯定他，他也是一个满足的人。在现今教会机构许多的纷争当中，我不是对旧，如果看教会公报。遗憾的哈，或者是过去也有这样一些，在张继也有曾经有张继事件，现在是马街的事件，这个都是人呢，都是勾心斗角，追求利益，追求权力，追求地位，啊，还是只有为了追求面子争了一口气。其实说穿了，就是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有限，看自己胜过一切。连上帝信仰都可以摆在一边。有一次在处理，协助处理，因为我是在张基的，都处理那个长荣大学的纷争。曾经有一个说，可能是很敬重的一个长老，新北市的长老，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就这样直接说，信仰那是要讲信用。教会来的共同好，安尼啦。啊，教会以后就不用谈信了。我想你要说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要想去共识很难的，因为他的信仰跟他的生活是切割的。我想这个是啊，上帝应该是信仰，不应该是。我们所追现在的处境，马街处境，刚好也是跟步入这个场大的过程了。现在你若看接下来，其实我们已经看见啊，这个马街跟总会互动，写出来的哦，这个院长被总委会封杀掉，这是一定有它的原因呢。哦，我想总会绝对不会是随随便便啊就否定一个他的能力，啊，我想这是一定有他的原因。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啊，只能为这样的人来代表。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生命是否有啊，不小心会陷入在那种啊关节当中？来问问，就算是这个真理的追求到了。那又怎么样？那前几年呢，那个医院有人出一本书，书的一样，我想他某些理论价值就是在出，你不要太在乎了，你只要有信仰，啊，为主所用，靠主的时候，神就用他的方法啊来让你啊是有见证的。不是输赢的事，而是有没有得到上帝的荣耀，你有没有让上帝得到荣耀，那才是最重要的。反观若是失去了，难道就无法继续生活吗？哦，有一天这些都将要过去，当下的输赢所带来的一切既短暂又不可靠，何不好好的把我们生命跟我们生活寄望在大能者上帝的手中呢？我想这是我们要去思考，以及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去追求无法掌握的这一切，倒不如重新的调整我们的生命，好让自己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学习相信啊，并敬畏我们上帝，胜过就是追求一切。那我们生命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境遇当中，都能够在上帝里头享受到那真正的满足，活出人生真正的。这样我们今天就是强调这个部分。我想我在这边来做一点点的分享，这是我很熟知的不厌离啊，服侍的人生啊，他真的是跟那个茶水阿嬷服侍一样的。
那只是我想神会用他的方式来肯定这些愿意来为他服侍的人。然后我想那个柏林啊，这个查水啊，查水姐，她是受到人这样她的同事用这样的方式来荣耀她。但是我岳母啊，她26岁的时候就被她夫家啊赶出家门了。当然那个问题不是是她的问题，是夫妻啊在整个家族里头啊扮演就造成很多的困扰，我就把这个夫妻赶出这个邻家。我想那个原因可能太故事太复杂了，我想不就不在这边来做说明了。但是呢，他离开这个故乡啊家之后呢，他就北上，就带3个小孩北上，要怎么找工作？刚好那个时候，那个黄武东牧师是总会的总干事。他就拜托他看看透过他去安排一份工作。后来那个黄武东牧师就说啊，刚好这总会需要有一个欧巴桑来变少倒茶水工作，所以他们就在总会在长春路，那时候在长春路后面，他们居住在总会的一个巷道增建的一个巷道里头厨房，那个煮饭可以在那边那煮饭是为了员工，还有一些开会的时候煮开水点心的时候为这些开会的牧长来准备。同时他们也在那个地方就叠床这样的睡，就在那里住了差不多30年，至少我想应该是有30年的时间在那里。那这个后来服务40年之后，他66岁退休了。他没有像这个茶水阿嬷茶水姐就受到大家的肯定，他就默默就这样来离开这个总会完成他的任务。但是虽然他没有像这个柏林一样受到大家的荣耀跟祝福，但是看见神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祝福我的业务。我想他虽然他是没有读过书，他所做的也是非常的熟悉，跟那个一模一样工作，但是呢他却透过他的子女来祝福我的业务。我想我的业务他有3个小孩，2个是这个大学教授，那其中一位目前还在美国，他在那个马里兰州就是DC 那边的一间大学当一个教授，他的妹妹的妹妹是在图书馆工作，像然后他的2个孙2个孙子。孙子女也都在美国长大，都是算是自由生，然后都是有资格跳级的。但我的这个我的女儿就是她今年的11月3号她要结婚了，就我礼拜一就要去美国。一方面也是去那个 Princeton 神学院，然后一个。然后10天的这个进修，然后就接下来就参加我女儿的这个婚礼。我想她也是蛮祝福的。我太太跟她都是哥伦比亚校友她是学姐跟学妹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你依靠神，是神会用他的方法。成就让你得到应该有的这种祝福。我想在你一生当中你追求的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一起来努力。
但愿神的恩典是满满的、最后我们来做一个默想，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所追求的是什么？它能带给我生命真正的满足吗？在这追求的过程当中，我是否已经牺牲了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为了这个世上的一切，你不要你了，你丧失了，你不仅仅是跟神的关系，有时候因为追求过度来伤身，你伤了你跟人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在追求人生的时候，你真正的关心是什么？这是我想今天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互相学习的地方。在教义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用这种受教的心来看看，在一生当中应该受教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什么。最后我们一起来用这个祷告来请愿，来向神来祈求。好，请亲爱的上帝，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让我在自己的有限中能够依靠你，活出顺服敬畏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忆诗，就是人生的词。包括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的是主耶稣基督。Thank you.
最大的盼望跟力量，它是永远不改变。谢谢陈牧师带来的好消息哈，愿我们的生命所追求的是没有虚空的度过。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金句朗读，在周报的是三页也有，那我们这边也有。好，华语我们一起来念，请。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一生？谁能告诉他生活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台语文句大家跟着我去念哈。人一生虚度光阴，亲像影过去。人一生虚度光阴，亲像影过去。是谁会知影什么事做人生前的利益啦？因为时阵会让人讲伊过身了后，伫日光的下面，阁有啥物事啊？英文 ，For who knows? What is good for a man in life?During the few and the many glass days, he passes through like a shadow. Who can tell him what will happen under the sun after he is gone? 好，接下来。